起床。哎呦，诗言起这么早啊？知道今天我要领你去上海吗？你先出去吧。早上好。走，诗言贝壳，出去尿个尿。走了。今天带着诗言去参加上海的亚宠展，本来想着是坐高铁或者飞机的，但是北京到上海没有办法随身带着宠物，走托运我又不太放心，所以只能开着车去上海了。虽然辛苦点，但是这样安全，我也放心。然后现在是19号，我预计20号晚上到上海。然后我朋友也是带着他的宠物，我们一同前往。今天也是正好坐他的车，回去了。是不是都饿了？给你们整点吃的，简单的吃一下。等会儿还要出门。怎么了，水母？哎呀，真可爱，奖励一个猫条吧。走了，师姐，带你洗澡去了。带涉嫌去洗一下，要不然到时候去上海，你们闻着涉嫌说一股口水味儿。哎呦，这边还养貂呢。哎，你好，今天给他洗一下，来，一摸指甲就不开心，害怕了，得洗一下，洗一下，走，刷个牙，睡前别动，到时候你亲小姐姐那不得刷一下啊？走，拜拜拜拜拜拜，走吧，睡前回家，让我闻一闻，哎呦，好香啊！有点小饿，吃点早餐。咋了？你要吃啊？来一个温泉蛋，干杯。吃饱喝足，换个垫子。来，起来，起来。贝壳，来解开，换个垫子，来，不起来给你套上了啊，真不起。时间过来，来，出来尿尿，上完厕所奖励吃小零食，女士优先，吃这个。开玩笑的，来吧。哎呦，蚊子太多了，赶紧回去了。进来吧。啊？哎呀，别跑了，快点回来了。往回走。哎呀，犯罪咋还出来了？快走。你小子又淘气了是不是？休息一下，等我朋友开车过来，然后我们就去上海喽。摸摸唧唧老太太。哎呀，真可爱。贝壳，我要出去走几天呢，你要照顾好自己啊。你又整这死出，又开始了。我都要走了，你还凶我啊。不跟你好。Later. 哎呀，阮老师来了。Hello, hello. Hello. 就这些了，没了。好嘞，谢谢。走吧，师姐。走。哎呀哎呀。上有狗味。走吧，出发出发。阮老师开着开着车，他也开爆了，真的是人在囧途了。我们现在找一个就近的服务区去换轮胎去，太倒霉了。我的天，这也不能开了，应该压着什么东西，然后再给皮给弄开了。师姐，怎么办？车胎爆了，你骑我走吧，不是我骑你走。咱上车先换轮胎去。哎，修车顺便遛个狗，涉嫌这没地儿尿啊，这野呀，这全都是车轱辘。走走走，哎呀。那边有个电线杆，走走走，涉嫌去那儿尿去，走，快尿一下子，给孩子憋坏了，啊，不尿，快点吧，你还挑呢，赶紧尿吧，受不了，你们瞅瞅这轮胎，我的天，这也太暴力了。OK， 换完了，撤退，涉嫌久等了，哎呀呀，激动的，不激动，不激动。
的是8月20号凌晨1点，我们等会儿会路过济南，去看看济南的夜市怎么样，吃点东西，然后再出发去上海。看别人吃的就馋了，涉嫌是不是都饿了？等会儿到地方吃好不好？旅途的终点。到了到了，涉嫌出去溜溜了，走。行啊，给涉嫌的晚饭拿出来，我给你整点罐罐吃。世贤来吃点逛逛，来了。哎呀，你别着急，等一下，马上世贤。吃完了，继续出发。可邪乎了！哎呀，又抓苍蝇了，别抓苍蝇了。简简单单睡一觉，待会儿见。现在是早上9:30，我昨天4点多睡的。好像是刚到服务区，去溜一下世贤。看一眼现在离上海还多久，我的天哪，还6个小时呢。喝点水。这不行了，给我整憔悴了。瞧瞧涉嫌依旧精神抖擞，你真厉害。还有40分钟就到了，太不容易了涉嫌。涉嫌今天先跟你睡，我明天过来接他啊，明天见。好嘞，谢谢。哎，你好。好，好，谢谢。房间好像还可以哦。对了，我去拿一下送给你们的周边。哎，你好，那个会议室在哪儿？行，我自己拿走就行。好，谢谢您了。啊，没有那个推车，要不给你拿一个。啊，行。刚才那个箱子是亚冲展给你们准备的礼物，到时候你们在展台看到我了，可以朝我要。谢谢啊。他说放门口就行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。怎么样，喜欢吗各位？这次水母的袋子比较多，然后还有贝壳的，违法的小挂件也挺好看的吧。19号下午6点从河北固安出发，现在是8月21号凌晨4点，也就是说我用了34个小时才到上海。要不是因为涉嫌，我是绝对不会选择开车来上海的，简直太折磨了。然后你们再看看我的面相，我的天哪，我这老了10岁这3天。然后你猜怎么着，再过6个小时我就要起床了，要去亚冲产工作了。我等会儿还要把行李整理一下，把那些周边放到行李箱里给你们带过去。对了，等会儿拍完这段我还得把视频剪了。行了，咱们不多说了，早上亚冲展见吧，拜了拜各位啊。